是汤雅萍，玫瑰大师，在这边预祝各位在今年的猪年，大家爱多美的事业就像猪一样金猪玉润，大家的钱财就像那个什么猪一样的铺满一样饱满饱满的。我们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那我相信哦，各位伙伴经营爱多美一段时间，或者是你刚进来的伙伴呢，都对我们爱多美的产品都是怎样深具信心的，对不对？对哈。那爱多美的这么多的一些产品，我要怎么样子来认识它的产品呢？其实从5年前开始在认识爱多美的时候呢，因为我本身是一位美容师，所以呢，我还是先来介绍我熟悉的美容保养品。我知道说很多的伙伴会看到我们有6件、4件男士组有控油的，哇，这么多的保养品，我要怎么去使用它？我要怎么去搭配它？就是一些基本的观念跟一个原则就好了哈。保养难不难？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其实就像我们在穿衣服一样，有春夏秋冬。像天气，有时候你看啊，北部现在是10几度，对不对？但是我们南部就20几度，你要怎么去穿搭衣服？就像我们的保养品一样，你一定要有什么四季之分，而且会依照你的身体的状况、你的饮食习惯、你的环境不同而有所改变。你绝对不能够一套保养品从头用到尾，从年轻用到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呢，我们的皮肤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一定会随着时间好慢慢的怎样，慢慢的是老化的，而且会对外面的阳光啦、好，一定会有什么紫外线的照射，一定会有老化的现象，一定会有皱纹的现象的。所以呢，现在开始来介绍我们从保养最基础的就是从什么清洁开始。好，那清洁的部分呢，我不会一一的介绍，但是呢，我要讲的是我们的有一瓶是，来，我们的去角质，来去角质哈，很多的伙伴就打开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什么味道？酒精发酵的一个味道，来，因为它里面有含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分，叫做什么？柳树皮，柳树皮它本身就是水杨素的一个成分。那水杨素呢，今天讲的，因为啊，我这边先讲一下，各位都讲说自己是什么专业的消费者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谈一点点专业的东西。好，那能听，那我们就是就尽量听。那如果听的母傻傻的没关系，你就是秉持的我们爱多美的精神，就是用用看就好了。但是呢，你要成为专业的消费者的时候，也是要讲出其中的一些什么所以然道理来嘛，对不对？人家如果问你说为什么你们的去角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接下来就要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的去角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产生哈，因为它是有柳树皮的一个成分。那柳树皮它就是水杨素，那水杨素到水杨酸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必须要有一个酵素的一个作用，那它必须要在酸的一个环境底下呢，它才能够维持非常的稳定的哈。那水杨酸呢，它的结构跟阿司匹林是很类似的，所以它具有什么？它具有抗发炎的一个效果，有镇定的一个效果。那水杨酸在我们的这个去角质里面呢，在比较古早以前呢，我们在做去角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用磨砂膏。好，然后呢，在这之前的话，在还没有那个什么水杨酸出来之前，可能是用果酸。那果酸它本身是什么？它本身是水溶性的，它只会帮我们表皮去到一些什么那个角质而已。但是水杨酸的话，它除了帮我们去角质之外，它还可以达到说什么？
它因为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毛细孔里面，去帮我们把一些什么脏的东西排出来，把一些老废的一个角质给排出来。所以呢，你在用我们的那个去角质的一个同时，有三个口诀，各位都知道嘛，对不对？一定要怎么样？脸干、手干、环境干，对，一定要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呢，这个我们的去角质它才能够发挥它的一个作用。好，所以呢，它才能够渗透到我们的那个皮肤的毛细孔里面去，把脏的东西给带出来，同时还可以怎么样？具有消炎、有镇定皮肤的一个作用，因为它非常的温和，它不会去刺激到皮肤，所以呢，它非常的适合油性肌肤跟什么痘痘肌肤来使用。那干性肌肤的要不要来去角质？要。干性肌肤的，你就看他脸就是一层干干的这样子，然后上妆上去没多久又会浮粉，那个就是你的角质太厚了。好，所以呢，你一定要是怎样，一段时间一定要定时的要去角质。好，来，又讲到定时了，有的人会说是一个礼拜吗？或者是一个月吗？或者多久去一次角质？要看肤况，还有看天气。来，我刚刚谈到说，我们的这瓶去角质呢，它是非常适合油性肌肤跟什么痘痘肌肤的。如果你是痘痘肌的话呢，来这边听好哦，哈，请你每天敷去角质，敷，然后呢，一样停留在脸上3到5分钟，让它去做水解的一个动作。之后呢，请你去洗掉。那一个礼拜去搓一次就可以了，好，一个礼拜去搓一次就可以了哦。那痘痘肌呢，首先最主要就是要清洁你的毛细孔。来，又有人要讲说，好，清洁毛细孔我就用什么来洗？用肥皂来洗，千万不可用肥皂来洗脸，因为肥皂它是碱性的。好，如果你喜欢那种洗完脸就是那种很绷很绷的感觉，那个就是加速你老化的一个什么的一个速度。因为呢，你洗完脸很干净没有错，同时也刺激到你的皮肤，也带走你皮肤表面上面的一个油脂。所以呢，我们的这一瓶去角质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不管夏天不管冬天，请你一定要怎样，一定要去角质。那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它是不会去刺激你的皮肤，所以呢，各位请安心的使用。有的伙伴会说，我的皮肤是很敏感的。来，敏感的肌肤的话呢，就是因为你本身皮肤的什么的那个抵抗力太弱了，好，才会造就说，为什么我这个东西也不能用，那个东西也会起疹子。好，所以呢，你要让你的皮肤的那个什么的新陈代谢要好一点的话呢，请你定期的来使用我们的这一瓶去角质。好，尤其是那个干性肌肤的，用完之后呢，它除了帮你去角质之外，还帮你做到角质层的保湿。好，角质层的保湿，接下来你要来做保养的时候呢，你才可以怎么样，把所有的保养品的成分全部都怎么样吸收到你的皮肤里面去。好，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去角质凝胶。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来敷脸了嘛，对不对？那敷脸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上我们的保养品，要上保养品。那我们的六部曲也上架了，在台湾上架也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了哈。那我相信说，有用过我们六部曲的伙伴，脸都怎么样？脸都亮亮的。好，你看到那个从韩国来的星光大师，好，尊王大师，每一个人不管是男生女生，他们的皮肤都是怎么样？都是亮的，对不对？有没有很羡慕？对不对哈？过年期间来，财神爷在上面。要找什么？要找人，要找谁？皮肤亮的人嘛，对不对？不然那么多人，我要把钱给谁？你的皮肤不亮，你的脸不暗，你的脸是暗沉的时候呢？人家讲说你的气就怎么样，你的不顺，你的什么，你的那个什么运势就怎么样，就比较不好嘛，对不对？好，来，我们的保养品，不管你有没有用过，来。
我们知道说以前我们都是用六部曲嘛，那我们现在提升起来，让自己用好一点的，我们就用什么？用凝萃焕肤六部曲 来使用哈。那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凝萃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一瓶什么安瓶，绿色的安瓶，大家都知道它有 EGF 了，我就不要再介绍了哦。EGF 呢，它就是表皮生长因子，针对于我们的皮肤的一些各种的状况，它都可以去做改善的哦。好，那如果说我这一瓶这一组的那个 六部曲的话呢，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成分，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可以让我的皮肤是怎样，是年轻的，是光彩的，是透亮的，可以达到逆龄跟冻龄的一个效果。好，来，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官网来看咯。官网 的部分的话，除了我们六件组的四大技术，再加上我们的两大技术之外呢，在第四个有看到哈，绿茶精华从基础开始来改变，然后呢有什么？有保湿的绿茶水，对不对？儿茶素再加上生育酚作为化妆品的基底。好，来看到这几个字，开西普萨萨哈，什么叫做生育酚？好，来，这就是你要去。其实哈，记多一点点对各位是有好处的。好，那你要去查，你也不晓得从哪边开始来查。生育酚叫做什么？哎，没人知道。好，来，来听我说，来，请你打开你的耳朵哦，请你呢打开你的眼睛哦，不要睡着哦。来，生育酚就是我们的维他命 E， 维他命 E 熟不熟？熟，只是它换一个名字而已嘛。有生育酚，有生育醇，有生育什么东西，这个就是维他命 E。 那维他命 E 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就是抗氧化剂，它是非常棒的一个抗氧化剂，用在食物的也可以当抗氧化剂，油品也可以，保养品也可以。那它这样子的一个抗氧化剂用它，因为它是脂溶性的东西，它是脂溶性的东西，那它把它加在我们的保养品里面的话呢，第一个可以防御什么？紫外线。好，它是可以防御紫外线，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是产生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好，那因为呢我们出去外面照射太阳的时候会有一些辐射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保养品，让我们的皮肤保护层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屏障，所以呢第一个你的皮肤就不容易怎么样，不容易红，不容易肿，然后呢不会有晒伤的一个情况，最主要抗氧化之后呢又可以怎么延缓老化了。好，可以延缓老化。那我们公司的维他命 E 呢，它是属于天然的维他命 E， 它不是像外面有的是合成的维他命 E。 好，合成的维他命 E， 那天然 跟什么跟那个化学合成的，第一个价钱就有差，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当然它的那个什么效果就有差了哦。所以第一个用到这么棒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维他命 E 来保护我们的什么，来保护我们的肌肤，用在我们的保养品里面。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呢，各位再继续的往成分表里面去看的话，有一个什么叫做维他命 B3 的一个衍生物，有看到哦？有哦，维他命 B3 的衍生物，这个又是什么东西了？而且底下又有很多全成分。记得以前我们在刚开始在认识我们的保养品的时候呢，就是会每一个成分每一个成分去看，那个就是美容师做到假搞的所在哦。对，但是呢因为各位是专业的消费者，专业几个东西就好，没有叫你全部背起来，全部背起来我也没办法。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有全成分，各位知道保养品有全成分，就是它所有里面所添加的东西跟主成分，跟主成分，主成分的话就是这个产品它添加了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成年轻，变成光彩，有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这个叫做主成分。那它有一个 微生物 B3 的一个衍生物，这个又是什么东西了？叫做烟碱酸啊。烟碱酸它在做什么的？它是一种水溶性的一个成分，它可以促进，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皮肤神经酰胺的什么再生。
好，而且呢，防止我们皮肤水分的流失，同时也可以达到我们皮肤真皮层的什么循环跟代谢。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神经酰胺，神经酰胺各位都知道嘛，哈，就是保湿作用非常好的一个成分。那烟碱酸呢，它最主要它也是可以怎么样防止我们的皱纹产生，也可以怎么样可以淡化我们的那个斑点。阻止一些不正常的一个色素的一个沉淀。好，所以说到这边，所以为什么你用了我们的六部曲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会皱纹减少，一定会美白，再加上用了我们的这个面膜之后 EGF 之后呢，你的皮肤就会越来越亮体，越来越年轻，达到冻龄跟逆龄的一个效果。就是这些主要的一个成分在让我们皮肤是变得越来越好的。那外面的一些保养品的话呢，添加了什么，可能有跟你讲说，哦，我是有什么月见草油啦，有迷迭香啦，有什么什么这些的成分，对，但是呢他们添加的量是非常少的，不足以让你的皮肤能够达到什么呀，达到保护的效果，逆龄的效果。所以呢我们的产品里面，为什么你打开眼霜为什么这么的浓稠，对不对？我们的那个营养霜是不是这么的浓稠，那我们的化妆水也是这么的浓稠，因为我们的成分是非常高的。好，那因为我们有四大技术嘛，我们六部曲的一个六件组的一个四大技术，各位都知道吧？知道哈，不知道的话呢，回去问一下你的推荐人哈。那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让我们可以越用越好。那一整组下来的价钱才6800。那我现在就是介绍了这么棒的一个有 EGF 的一个成分，有什么？有维他命 E 抗氧化的一个成分，然后呢，还有烟碱酸这么棒的一个成分之后呢，建议各位使用我们的保养品，请你一整组使用，一整组哦。刚开始的时候，请你一整组使用。没有体验过的朋友的话，请你一整组使用。你不要跟我讲说化妆水我家里也有，我眼霜我不需要，营养霜擦起来是有的，我不要，就是自己再挑挑拣拣。如果你要自己挑挑拣拣，那不要用。因为呢，你要一整组的时候呢，它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你自己原本的化妆水的成分是什么？我不清楚。那因为我们的产品的分子是很小的，那可能同时间也可能会把你的那个原来的一些保养品的成分带入到我们皮肤的一个底层里面去。那有什么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讲谁的产品不好？你们的产品不好。对，那既然你的原来的这些什么保养品都已经买了，先放在旁边，那我们的一整组的保养品全部使用之后呢，因为我们有30天的什么满意保证，请你这30天尽量用，拼命用，就是一直把它擦，相信一个礼拜之后，你一定会怎么样，觉得你的皮肤是怎么样，是有所改变，而且是回不去的。但是你不要挑着去使用。好，如果你觉得一整组不好用，就一整组退回去。这个是希望说各位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不要让你的伙伴挑着来使用。好，挑着来使用，尤其是化妆水。化妆水，很多伙伴会说，哦，我的那个眼霜啊，擦上去的时候，我的眼睛会有什么？会有刺刺的啦，或者是会有什么？长那个什么肉芽的东西，长肉芽是因为以前的眼霜的分子太大了，因为它是属于油脂类的东西，皮肤没有办法吸收，就造成囤积在你的那个眼睛的一个周围。好，所以呢，请你要使用眼霜的时候，要使用我们的保养品的时候，请你一整组下去使用，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哈。那如果他觉得使用完之后呢，哎，我的安瓶要多带一瓶，我的化妆水还要再多带一瓶，因为化妆水我们就讲说3下算一次，要做几下？5下、6下，甚至到8下。
因为每一个人的皮肤的状况不太一样，天气也不太一样。像我们南部这边的话，就天气比较热。当你那个温度上升一度的时候呢，你油脂的分泌量当然也是会多一些些的哈。那这一个六部曲的话，适合什么样子的一个年纪的在使用？如果各位像我现在一样是二十岁的时候呢，好，哎，各位行哈，如果是二十岁的肌肤的话呢，当然你就不适合使用我们的那个六部曲啦。啊，二十岁的肌肤适合用什么？六件组，或者是我们的保湿三件组，好，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控油的，也都是可以的。那六部曲的话，适合资深美少女来使用。资深美少女，请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你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越活越年轻。从哪边开始改变起？从你的这个脸开始。好，人家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哇，你不一样了，你变年轻的。这个时候你的什么？你的信心大增之后呢？你是不是爱多美在分享的时候？第二，我就是用这组，好，那你就是跟着我一起来用就对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六部曲。那接下来呢，还要再来跟各位来，还有就是各位你在擦保养品的那个手势啊，好，手势，请男生哦，可能就是乱擦，但是这个时候听一下，好不好？哦，反正男生就觉得有差就好，对，有差就好，有白有波比嘛，哦，但是呢，你的手势一定要对，请你由内往外，然后呢，由下往上去擦，因为你地心引力，然后你又自己又往下拉，你在卸妆、在洗脸的时候呢，你又一直往下拉，可能没有达到逆龄的一个效果，反而越擦就越老，你的脸就越垮。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手势的话呢，其实习惯就好了。你不要往下，你一定要往上。然后呢，化妆水上完了之后，请你轻拍让它吸收。一层没有干，不要再上另外一层。化妆水没干，你不要上眼霜。眼霜没有干，你不要上精华液，就是一层没干，你不要上另外一层。这个就是能够慢慢的达到我们的那个什么皮肤的一个底层里面去，让它吸收从里到外的一个什么透亮。但是各位，你的量真的不要太少，好不好？真的，你的量多一点，在这个在刚开始使用的这段时间，请你密集的用，量大一点去使用的话，可以快速的，因为成分这么好，那你用一点点，真的也达不到太大的那个效果。那如果你量大的话呢，可以快速的让你的那个皮肤是恢复年轻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保养品的一个部分。那我相信说，有一瓶产品，来，这个是什么？珠光隔离乳，我非常喜欢用这一瓶的一个感觉，就是第一个，它有防晒系数，那不用讲，然后呢，它是采用真空包装的，真空包装，那它就是慢慢的使用的话，你一滴点，一丁点都不会怎么样，都不会浪费掉。那角鲨烷这个成分呢，它无色无味，它不会干，它也没有它的那个什么，它的滋润性也很好，所以呢，它的保湿效果擦上去是非常好的，而且它也不油，它也不腻。好，你擦完之后呢，它就乖乖的、静静的在你的皮肤里面，在你的皮肤外面保护着你。而且呢，最主要是它是温和，它不会刺激肌肤的。所以呢，你擦完了我们的那个珠光隔离乳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上什么？上 BB 霜，或者是上你的任何的彩妆，它都不会去影响到你的彩妆的。重点是它可以让你的彩妆的那个颜色更加的饱和，而且更加的漂亮。好，然后如果你全脸全都上的时候，我们上眼影，对不对？有一些那个眼影的那个色素是很深的，那如果你没有保护好的话呢，没有保护好你的眼睛的话呢，有一些色素会掉在你的那个眼皮上面，会沉积在你的嘴唇里面。好，所以呢，请你要
用这个隔离乳好来去做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护，在整个化妆水一直擦擦擦擦到我们的乳液完之后呢，白天嘛，白天我们就是擦到乳液，接下来我就会直接就会上我们的珠光隔离乳这一瓶，好，然后让你的皮肤达到透亮的那种感觉。男生可不可以用？男生可以用，因为男生就觉得我不要上 BB 霜，但是我想要让我的气色看起来是好一点的，我想要看起来我的皮肤是亮亮的。好像我们的那个所有的领袖俱乐部跟皇家俱乐部的人，每个人的脸都是亮的。好，所以呢，男生也是可以使用的。那你使用完之后呢，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保湿效果是非常好的。好，保湿效果非常好，那你一整天都是属于水嫩水嫩的感觉。但是因为它的那个防晒系数只有30而已，它的 PA 只有两个加而已，所以呢，你一定要再加上什么，我们的女生的话 BB 霜，或者是你一定要一段时间的时候就用我们的什么防晒乳。我们最近是不是出了一个凝萃焕肤的防晒乳，对不对？好，那个防晒系数就是50了。那在我们的官网里面的话呢，就是六部曲用完之后呢，就是用我们之前的那个防晒乳，就是又直接用防晒乳之后才是用我们的珠光的这一个。如果你的皮肤是属于干的话呢，干性的话，请你先用这一瓶再上我们的防晒霜，因为防晒霜它有控油的效果，你越用你会觉得你的脸是很干的。那如果你先用我们的珠光隔离乳之后呢，再来用我们的防晒乳的话呢，你会觉得你的脸是怎样，是保湿的，而且是不会长粉刺。有的皮肤太干它会长粉刺，太油它就会怎么样，结合外面的那个什么这些脏的空气跟你的这些脏的一些东西，还有你的油脂会产生痘痘。好，所以呢，如果你的脸是很容易去长粉刺的，粉刺知道是什么吗？对，那请你把它对掉来去使用。好，对掉来去使用，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说你用起来的那种效果是非常好的哦。好，那这个角鲨烯跟角鲨烷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呢，是目前是非常夯的一个成分。那有一些彩妆它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放在里面，因为它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成分，它就静静的在那边保护着你的肌肤的。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是非常贵的，所以呢，当我看到我们的珠光隔离乳有这一瓶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在的时候，我真的是大推这一瓶。好，大推这一瓶，各位可以来试试看。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保养系列的一个部分。那很多男生就会想说，冬天对他们来讲，男士保养三件组好像觉得太干了，太干了。那我可以用哪一个？用哪一个产品呢？用原来的六件组来去使用就可以了。好，那各位，你擦完这些保养品出门之后，擦了防晒出门之后呢，回到家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卸妆。来，我们现在的卸妆的保养品啊，卸妆的产品有什么？有温和卸妆水，有卸妆乳，最早的卸妆乳，还有最近的卸妆油。好，来，男生，你知道这三样东西是什么的吗？有啦，同样都有卸妆这两个字，就是水、乳跟油。我要怎么去使用呢？好，我要怎么去搭配来使用？那男生会讲说我没上妆。什么叫做没上妆 的定义？就是你洗完脸之后呢，你要擦什么？擦基础的保养，你不要让你的脸什么东西都没上就出去，这个是加速你老化的开始。好，加速你老化的开始，因为你洗完脸之后呢，你的脸一定是清爽的，一定是干净的。那你没有适时的补充的这些我们的化妆水的时候去滋润的时候呢，其实你会觉得你的底层是非常干的，
干太久的时候呢，皱纹就会产生，好，皱纹会产生，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男生看起来就会特别的老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保湿不够，他们的皱纹就会很多。那皱纹一多的时候呢，你的脸看起来就会特别的苍老。好，所以呢，不管你的什么样子的肌肤，男生女生的话，请你要来加强保湿。然后呢，我们的卸妆水，虽然这一瓶卸妆水可以不用去洗脸，但是呢，这个也是偶尔为之就好了。你不要每天都是啊，温和卸妆水，我就卸一卸之后呢，我就跑去睡觉了，不行。好，温和卸妆水的话呢，我自己本身在用的话，我都是卸是那个什么，把它用在卸彩妆的部分，先两个化妆棉之后呢，按压三至四下。之后呢，卸眉毛、那个眼影，然后呢，卸口红，还有我们的那个睫毛膏的一个部分，全脸全部都把它给走过一次。这个就是先卸我们表面上面的这些彩妆跟表面上面的一些污垢。如果男生你觉得我要卸妆好麻烦哦，我真的不会卸妆，卸妆乳要按摩这么久，没关系，请你就直接要用卸妆水就可以了。哦，那至少你有卸妆总比没卸妆来得好。那我们的这个温和的一个卸妆水呢，它除了可以让你达到那个卸妆的一个作用之外呢，它还可以帮你达到角质层的一个保湿。那在你没有水可以洗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多卸几次，卸到你的整个化妆棉是很干净的时候呢，才上我们的一些保养品。卸妆油你卸了一次之后呢，请你用面纸把它给擦掉，再我会卸第二次。按摩，请你按摩的一个过程当中，一样照我们原来的那个手势，由内向外，由下往上，这样子按摩完之后呢，请你第二次的时候在手指之间加一些些的水，去让它去做什么，去做乳化。这个乳化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同时也可以帮你做去角质的一个动作，那也可以把你深层这些脏的东西再把它给带出来。那其实讲这么多的一个保养品，就像我们在穿衣服一样，你有什么，你有薄的外套，有厚的外套，有大衣，有短袖的那个衣服。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套的这些的保养品，依照时间、依照季节、依照环境的不同而使用不一样的保养品。保养品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因为你一来一回那个什么，用完的时候又放进去，然后又把它拿出来，这样子的话呢，会产生，会让你的保养品会有很快的有一些什么病变的，有这样子的变质的一个产生。好，所以呢，保养品你就是多用，好，多用。那其实因为我们的成分都是非常好的，你用错了，顺序用错了，其实也都没关系。那就是希望说各位秉持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消费者，你就把我们的保养品所有都把它给买回来试试看，用用看哦。原来我们的那个什么控油三件组的味道是这样子，我们的控油精华的那个味道哦，那个柑橘的一个味道是怎么样哈？请你就要让你爱多美的一个事业，男生也请你好好的把什么，把你的眼睛顾好。好，眼袋不要那么大，皱纹不要那么多。好，那你可以怎么样，越来越年轻。真的是看我们的那个董事长是不是越来越年轻了，对不对？好，那我相信说，除了各位你的蜂蜜饮会吃，益生菌会吃，所有的保健食品会吃之外，由内而外的一个保养，我相信说各位一定会越来越年轻，达到逆龄跟冻龄的一个效果。同时间你的脸是光彩的之后呢，财神也第一个一定会找上你。那也预祝各位爱多美的一个事业呢，在今年金猪年里面呢，一定是非常好非常旺的。好，那我的产品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谢谢。